在他在夜训之前是有休息八个小时。飞行员确实有得到足够的一个休息时间。这边请教一下，我们现在目前的这个打捞的情况跟后续，是不是因为可能在空间里？我目前为止啊，我们出动了海空兵力来持续在做搜救，总共到目前执行的飞机总共是有25架次，那海上的舰艇的话有34艘次，我们也感谢空军总队还有我们海巡署啊全力的支援我们这一次事件的一个搜救，后面我们不会放弃任何一个机会，我们还会再持续的搜救下去。昨天空军在记者会的时候其实讲得非常清楚，他们是依据现有的那个调查的一些事实，认为可能空间迷向是一个造成失事的原因。那这一点我没有额外的评论，我表示尊重，因为这方面的话，空军他们调查小组是非常专业的。那当然，这只是现在我是噪音初判，后面的话有更多的事证出来以后。我相信哈，就可以还原整个事件发生的一个经过。那他在夜训之前是有休息8个小时？他自己有没有休息8个小时？我本人哈，并不是非常清楚，因为我没有参与这次实质的那个实时调查。但是从记者会里面来讲哈，他确实这个飞行员确实有得到足够的一个休息时间。